11月26日，胡歌、桂纶镁现身电影《南方车站》的聚会路演。胡歌头扎小辫，身穿毛衣，变身暖男，帅气有型。有粉丝送给胡歌一束大麦，接过礼物的胡歌表情羞涩。桂纶镁穿西装干练时髦，两人同台引来商场顾客集体围观，人山人海，场面火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